师傅，就是我刚新度了一个师兄，然后那个他想，您想问什么问题？82年属狗的，对，他打胎的孩子，两个孩子，他刚修，现在刚上两张小房子。烧了两张小房子啊？对，给自己的药精者，因为他刚修，就是你说两张跑得掉不啦？啊，不对，这个跑不掉，就是他想看一下那个他打胎的两个孩子，还在、啊、需要多少小房子？还在是吧？需要多少？一个倒很少了，一个要32张。哦，32张是吧？还有一个要，我看啊，还有一个29张。哦，还有一个29张是吧？嗯嗯。哦，好。好吧。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还有问题吗？在我身上，哎，你好，师傅，就是我那个82年的狗，就是我那个身上是不是有什么灵性，哪儿不好啊？可以啦，不能问这么长了，已经帮你们问掉这么多时间，人家打不进电话了，刚刚已经帮你看过了，你自己身上要好好的念的，要念64张小房子，好吗？好了好了，好好好，嗯，好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感恩感恩，好，再见，不让人问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您，感恩菩萨。